去。干，迟到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奶奶是这么说的：最靠北的不是迟到的那个，而是参加聚会却没有穿阿布雷 T 恤的人。Cast off. Change Beetle. Coco. Hey, 我在骑车，我快到啦。姚哥，怎么没火了？没有火了，哼，让你见识一下魔法的力量。喂，嘿，涛哥，嘿，干死无啊？嘿，啊，今麦几趟偌济？好好好，七点上来，好，好，多谢多谢多谢。他们来哟！进去。有没有抹布啊？抹布没有，但是我有30块。我要抹布，你给我30块干嘛？输了，干，这游戏怎么那么难？靠，这游戏这么难，应该没有人能破吧？有人说玩游戏吗？玩游戏的话，就交给我吧。这次影片结束喽，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个喜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要记得按那个小铃铛。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，都欢迎到下方留言。